我们回那个娘家快一个月了，今天要准备回去，这边陪爸也陪了几天，爸他说也催我们赶快回去。我们家里确实有很多事，然后也想孩子啊，想家里的老爸老妈他们了，今天就要出发回家。大包小包，行李箱都三四个，这就是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回娘家，回婆家。爸，哎，吃饭了。今天我们走的比较早，爸来吃饭。出去吃吧，慢点，这就是这里辛苦了。不辛苦吧？大早就要回去了。早上说我吃饭都得有胃口，不想吃。你们两个人又多吃一点啊。吃点了吧？嗯，我也吃一点。太早了，我一般要9点到11点才吃的下饭了。我们是早点回去的话，就早点到家好一些。白天开车，晚上开车视线好一些。多少吃一点吧？吃点，吃点。在路上要注意安全哈。过几天又要来，到时候走来走去，事比较忙。那这个也得有办法啊。应该的嘛，应该的吧。留家里，自己注意身体。晚上早点睡。有时候觉得无聊啊、孤单的时候，就给我们发视频啊，看看小孩子啊。我们也随时会给你打电话啊。这个你不要担心。不管什么事都要明白，慢慢就习惯了哈。你们在家里去放心安心工作。爸，你吃一个早饭吧。不是，你说。你说。吃一点嘛，多少吃一点。要等会我们走了，你拿的路呢。我手拿的路，就是吃不下。那你把这个腿吃了吧。太早了，我也吃不下。还是吃一点，然后路上去了，我们再中午饿了再吃。还有几个小时。很快，6、7个小时。喂，你7个小时到路上吃一餐饭就对了啊。我这样子胃不怎么行，不消化不行。今天还早了，一般吃饭不习惯。来的时候好像没这么多东西哈。回去怎么东西越来越多了呢？啊？一二三四五，5个箱子。估计放不下哟。差不多。那个小箱子上，这个是这个你后面带走啊？里面有衣服。有衣服。我是把欧弟还有那个去年我们在家的一些夏天的衣服都带回去了。那个放前面，放在把它放在这个里面，那个箱子不带了，我装不到。看到没？这还是我以前的衣服也有。拿回家干农活穿，因为要开春了，到时候干农活可以穿这些旧衣服。老大，放不下哎。前面。爸，那我们走了，要注意身体哈。那我们走了啊，要注意身体哦。在路上注意安全。走了。进去吧，下雨，进去吧。进去吧。慢走哈。我们到家了给你打电话啊，走了爸，拜拜。昨天晚上睡好没有？睡好了。慢点。专门养足精神，今天要站到7、8个小时啊，是吧？
在那荣富大桥，是吧？下面这条河子，还有两个小时就到家了，下高速了。哇，家里樱桃花都开了啊、哦！嗯，差不多一个月没回来了。哦，樱桃花都开了，马上到家。现在刚好可以接云宝放学。